大家好，我是白金，白嘉明。今天我们拍摄的主题是雨中 JK。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记得点赞、投币、收藏，一键三连。我想一想啊，这个灯，我怎么称呼你？小老弟。啊，一号灯位来这里，然后二号灯位去那里，去到背后，然后打开这个开关。好，看我啊。3 2 1，可以不看都行，随便你。可以了。好，挺好的。3 2 1，然后那个二号灯位要稍微往右一点点，因为现在只拍了它左边的伞，右边的伞没有拍到。哎，等一下，为什么这边有漏光的感觉？哦，我知道了，等一下。3 2 1。应该可以了，大家休息一下吧，放松一点。这样好看还是好看，但是我感觉不特别，我想要特别一点，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。3 2 1，三，这样吧，就是你现在是这样吧，往里面拐一点，还是往里面？不是这样，哎，对。哎，对，挺好的。然后你看我吧，你把伞搭，就是这样搭在地上。嗯，我看看这个伞要怎么搭好一点。放着呢。嗯。嗯。哎，你看你又这样了，这样。嗯。哎，对。然后，手这样的可以吗？你觉得呢？嗯，好。一号过来，一号哥，这样就好了。灯没了，这个调的灯灭了。现在几点？10点。好吧。挺好的。等一会儿啊，再正对着我吧。然后，稍微放松的撇开一点点。两个腿，多了，再靠拢一点。因为你从这里转的话，你最后会转到这里来，但是从这里开始的话，你就只会转到这里。对，你不要太转太多了，然后脚再，对，你看你最后这样脚会太差，就你得预先好你最后的这边的这个脚，然后以这个脚，我想想，这样那应该是这样。然后这样，对，1 2转，就，好，3 2 1，那你再这样，对的，很俏，对，那种俏皮的那种，好，对吧？3 2 1。侧着拿包，然后看看拍个酒，对，脚抠那个后脚跟的，脚跟你侧一点点，我看，但是脚不能这样，你还是得往后一点，对，不然会脚在裙子里面，好。挺好，可能在马路上脱鞋会有点奇怪的感觉。对，一开始的那个想法吧。你跳高点。那要不就不要跳了，就踮脚尖，下面那个脚要踮尖尖。对，然后往上看，那样。对，然后这个手这样，3 2 1。不，你又够了。因为我要用力踮一下。对，只要。轻轻抬起来就好了，你再来一下。感觉在做腹肌。双脚离地了，屁股就关闭了。二号去这边，你拿闪光灯是二号。你现在已经不是一号了，你现在是水壶哥。水壶哥。不，你太。对，我只是在问他，往伞上。那你正着拿吧。
啊，在后面喷到脸上这个角度。好的，对对对对。好，三二一，喷。啊，我拍了个特写啊。好来，啊，你手随便怎么放一放，我不拍，只拍到不焦。嗯，啊，手两个手都得下来。好，三二一，就是有点那种。我有伞，我硬不撑，我硬淋雨那种感觉。哎呀，好棒啊！哎呦，来，哎呀，还是要撒的，还是要撒的，来，是吧？三二一，撒！好，好，好，三二一，好。你的最后是稍微对准我一点点，后面那个裙本身会翘起来。哎，这个安全裤咋怎么都会出来呢？本来是会的吗？对，就是看着安全裤就会被破坏人那种想象的空间了。来，准备三二一，走。还是要，哎，对，你就转回来站也行，转回来刚刚那，哎，对对，哎，对对对对对，来，预备，转。打算和佳明约拍一期写真的时候，正好恰逢上海天气阴雨连绵，于是我们商讨后决定拍摄一期雨中 JK， 特地选了天气预报中下雨几率高的一天，而且为了做好万全的准备，我还提前买了洒水壶，没下雨的时候好人工降雨。其实我有买两个洒水壶，但是出门的时候发现行李箱实在装不下了，我一个人也没办法再拿多的箱子，于是只拿了一个洒水壶。最后拍摄的时候发现，果然还是需要左右两个同时洒水，这样我才会自然。只有一个洒水壶的话，走近了雨滴形状不均匀，走远了出水力度不够，很难模仿出真实雨景的效果。所以为了保证出片量，我决定先在正常的场景下拍摄出大概够一套片的出图数，再进行创作尝试。在这个场景下使用自然光拍摄，再用 LED 灯补一些面光，效果就会很好看了。具体呈现效果大家可以看吴范范老师最近投的视频，这个场地也是从他那里得知的。祝吴范老师好人一生平安。不过我自己的话更喜欢灯光效果酷炫一些的，所以各式各样的场景我都会大几率的去使用闪光灯进行拍摄。我这里总共是使用了两个闪光灯和一个 LED， 我很喜欢闪光灯打在人身上产生的光影轮廓感，所以会经常使用一盏灯打轮廓光，一盏灯补面光，包括眼神光。轮廓光照在头发上效果也会非常好看，前段时间网上很火的神明也是类似的打光原理。这里放两张我自己这样以前的打光自拍给大家感受一下效果的差别。